我白带，白带我可能再去一下。它的鳞比较细，对，鳞比较细。我其实也第一次杀的。哎，这汤我再无住。啊？汤我再无住。哎，你不会我？哎，我遐盐那有冰啊。哎，你不会搞不好我比汤盐那个地钱哦。哎，哦，再未等。哦，哎，你不会我比遐盐那个地钱哦。啊，应该有。比遐那地钱啊。啊。这不会那只贵啊。我比遐其他那地钱哦。啊。300，300。啊，无伊叫叫去当咩啊钱啊？我看啊，我领钱。就用这个打。啊？差不多吧。哦，基本应该不能公斤吧？神器哇，不能，这不能公斤吧？工人公斤哎，啊，工人公斤啊，公斤换啊，不管两公斤换。这只很贵，应该没有两公斤的。哦，你是说鱼还是这一只？这一只要卖贵啊，贵啊，贵啊！我忍了那么多，这不能两公斤哦，就拿这一条而已啊。哎，这条没有两公斤哦，不不。哇，这么两公斤吗？哦，哇，刚差不多两公斤。不要，算你回去会很痛。对对对，会碰到，碰到没？你很细，对，你就是你到时候可能，哦，要吃的时候，嘴巴，对对，丢不了乌啊，丢不了乌啊，丢不了人。我也，哎，也等你在有没种诶？哎，那你不杀吗？没有，回家再把那个那张打开。哎，那我们这个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啊？黑的啊，我杀，那么容易是不是？这大哟！用那个刀子啊！哈哈，这头啊，这头好贵。猪疼吗？没有。啊，这个就有手了。对，这个要了，对。不是，你看哪有没有淡水啊？淡水的就好。还是开吧。把东西开。现在不是都是那个蓝旗吗？是啊。我看到那个。我要借一下那酒吧，三百块钱。我们不熟悉，所以我们需要换。对。不一样嘞，这只比较好用。这只有名的嘞。别说再加速，再拍起来，再拍起来。对呀、啊。再拍起来，我跟你讲。
对啊，这次有名的。你要每次都买起来。你看你花了那么多钱，结果买下来。因为我们刚好剪刀换线，慢慢打光。是哟。接着来呀。好，没差，你就慢慢开黑了。交上来。他这个小红。你不是手要放小吗？他不是说。这没有蛋吧？没关系，你就开。对，等一下。这个不行。这个不行。不行。可以做生意。这是公的啦，哦，鱼标啦，标，给我这玩意儿。结果有卵吗？没有，这等一下，来来来，没关系，来给我标可以，标可以拿起来，好，来，这个刷子借我一下啊。好好，没关系，你用。标也蛮好吃。哎，你要干么呀？搁干下不会啊？我没要啦。我看咧，等下看下，等下看我干。用不买好了啦。你好，我也很想学。你用几个？我买一条啊。好，这个是短。好了，好，没关系啊，都干的啦。哈哈哈哈哈。干的啦。啊，那应该只有那真。哦，够了，再接着追呢。好了好了，够了，追不完。两公两母。哎，你的气管是咩？放用用几的吗？真的用挤的就可以了，不是用挤的啊。如果它挤的时候会出现那个白白的空的，但它挤下去不就破掉了吗？这个不要，对，这个不要，这个是你们的吗？我这个很漂亮啊，可以哦，可以试试看看。你先开母的吧。哦，没差了，没关系啊。对吼，刚刚忘记问他了。问他，公母啊？啊，就是请他的时候才香的。来，剪刀是好的，好，谢谢。来呀，小树，那里那里，我们的那个保利龙江在那里。所以不能用外观来判断它是公的看不出来，因为我们不会看。那两个都打字，没关系，那个就反正都反正公的就哇，因为有短有短，你爱是别短，白带白带白带，那是白带哦。我偷，给我。切不下去。哎，小心点。这一把到底是你自己做的吗？这一把不是吧？没了，我不知道。他没看呀。哎，我冲出去，我要几滴刀了？没的。几刀我没晓，我敢要射几刀。你们要不要用这个啊？不用不用，不用不用。这砧板比较硬啊。对，好像。吃饭。啊你。蛋太短了，不是啊，你对啊，你切头切太啊，母的母的，你切头切太快，到蛋不准啊，不准，准准准，你切头切下太下去了，你应该在这边，把它弄到这边，我自己用好了，我没力，我慢慢用。蛋要用。这副还蛮大的呢。对啊，啊就有人没办法，不会嘛。你去帮我车上拿盒子。破掉不能用吗？压的时候那个变形挤出来，太厉害。哇。漂亮哦！所以我就说我们不会啊，要小心。慢慢慢慢用。慢慢，对，所以。不能急。对。不要再过了。再过了。我都刚听他讲，
有人在蘸鲨鱼这件事情。有人在蘸，我不知道。什么叫蘸鲨鱼？就是鲨鱼会有争论什么技巧什么的。没什么技巧。我只觉得爽就好了。自己的鱼自己想什么杀不是吗？对啊。对，不是开心就好。对啊，很多。要不是杀别人的鱼。它的蛋蛋的结尾是在这个点就对了。还有一个点。我把它煎起来应该很好吃吧。对，用这个。这个蛋可惜了，刚刚取没有取很好。我这只这个很大呢。哇！大家都走了。对，大家都走了，他们要下班了。人气高峰。人家跟鱼手速吗？啊，乌鱼啊，这乌鱼。对。啊，好肥哦，它的鱼卵。漂亮，这个漂亮，不过它还是可以。